专业推介，叱咤十大，第三位。哇！创历史先河，香港开埠以嚟首位时事节目主持人得到叱咤十大，林海峰男子组。男子组作曲编曲监制陈焕仁，填词林海峰，主唱林海峰 featuring 郑中基、苏永康、梁汉文、古巨基。我其实计到男子组呢一首歌系会有奖嘅，因为叱咤嘅透明度系好高嘅。不过我一路计唔到就系我其实应唔应该上台攞奖，因为我嘅身份嘅问题。我谂好耐咁都问过啲朋友，有啲朋友同我讲话你唔好上去攞啦。你上去攞咁有人講㗎啦，定下咁，但亦都有為數不少嘅朋友同我講話，如果有嘅話，點解你唔勇敢啲上去攞呢？係唔係都有人講㗎啦？咁喺我未有呢個決定之前，我收到有關方面同我講話，林海峰，你今年呢就唔使上台負責頒獎啦，你喺台下面等消息啦。我寫男子組呢一首歌嘅時候，第一句嘅歌詞寫嘅係以下呢兩句。想当天可以孩子气，今天争争气，男子组靠你。一首歌是讲承担的。男人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因为身份的变化，他会有很多不能够推卸的责任。今晚我是想来承担这一首歌带给我的结果。Thank you。当然有很多朋友同我分担这一首歌嘅成果，我想请有份喺呢一首歌里面出现嘅几位朋友，今日都专登嚟，好多谢你。我先请梁汉文、苏永康，跟住仲有古巨基同埋郑中基。能感受，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？一二三四，对，我们在此，有些事情需要你知道。兄弟，打气。The Invisible Man 再次呈现。中环人收工取泰克皮鞋收埋。穿身出击点复刻七零年波鞋，臭旧脚脚下老友踢下波冇坏，细个嘅老友到晒，个个都肚腩大，新波三波杯皮球冲出球场拉柴，心情如小孩，总扮活泼东山嗌，波有一支埋，吹水懒灰鞋，三张几捉住派巨大力射咗出界，身边靓女走晒，我额头秃鬼晒，仲廿岁仔咩？嘥气，系咪要想死？想死你都有排。车楼我点讲晒，一身屁股的债，眼湿湿，扮晒噏耷，但系我都冇钱，点借钱你还欠债？老友咪叹气，我点帮你 ？Baby， 真真两臂拍下背肌。鬼金牌，跑唔完都跑埋，小球场一班奇英跑全场死挨，筲箕湾史丹大坑碧咸荡打柴，劈两嘢个个断气，个个烟瘾大，老友几老个老二对脚英姿去埋，呢班波当打时期攞小型球金牌，呢场全玩鞋，大胆发泡呕得快，口水都干埋，踩波车咬柴，乜根都抽过晒，佢净系打 win 点快，啤酒两揸举晒，心几走得好快，要收拾。减肥，食入再搣滋滋，整个小女孩。翻工我翻足晒，我份人工减晒。入味都炒得，未算死得，就算炒最多早退休去畅游世界。